战报精彩，我看有没有人分享报告，我也想看那个报告，尤其是看住房啊，住房，然后又反击节，又反击节，哦，这个又干嘛？这个又一个反击节打这个阿提拉，这个反击节是打这个阿提拉，哦，又开了一个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反击节阿提拉的，哦，哇，这个精彩，这个真的精彩，哇，这边到底几个集结？他妈的，我又来了一个，你们怎么样搞的？哇，一二三四的 ，Oh my god， 一二三。四五六七八，哇，八个集结，你们不是吧？哇哇，那个真的很精彩啊，那个真的精彩啊！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一个集结了。Oh my god， 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们到底要开多少个集结？等一下，这个是吗？这个不是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又来了一个六七八九。十个，哇哇，又来了一个，哇，十一个，哇，精彩精彩，这个精彩，哇，我没有看过有人的关卡可以打到这么刺激，看到吗 ？Oh my god， 这个一定要剪成精华、啊，这个太强太强了，哇，报告一定要分享出来哦，这个没有给我发报告看了、哦，我睡都睡不着啊，这个真的是好看了、啊。离谱刷分了哦，爆了！这个要补兵也很厉害，对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是集结多到你不知道要补哪一个，哎，很乱哎。他有些是骑兵，跟那个巴加尔哈拉尔叠在一起。等一下你又不小心把你的骑兵拉进去步兵，然后步兵拉去骑兵里面，为什么都阿提拉？他用阿提拉搭配司机，那他抗威欧之外伤害又很高，所以他们用阿提拉司机，这个战报亏炸。什么、啊、一笔去估计不知道，等我们等战报，这边又开了一个反击节，这个项羽的反击节是打阿提拉的 ，OK， 必须亏混兵拖时间，只是摆烂的不掉就行了，对，那反正他们可以塞车进去啊，你怕什么？他们什么鬼都可以塞进去啊，哎，塞那种没有用的兵啊，像打个比方说步兵呢，没有用的兵，步兵。哇，现在步兵好像比工程车还要飞啊！你工程车在那个英雄战歌威力加强版还有用到啊，现在步兵是飞到在英雄战歌威力加强版都没有什么用处。现在版本守城都是亏。对啦，所以我觉得领袖统帅他必须要出一个住房，不然真的是亏到死。绿头师傅的刮痧服务，阿提拉表示很舒服。哦，然后这边就开了一个集结，反集结再反集结哦。我看他们会亏多少啦，这个住房，哇，这个真的好料好料，哦，爆了，哦 ，finally， 报告 ，give me more， 快点，报告，哦，有一点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集结房呢，哇哦，看到吗？一个集结房呢，打那个住房，哇，他只是一个集结吧？你们看到吗？哇，我真的是要念佛经啊！我换那个和尚头是刚刚好，亏死了。这个他里面看见放什么鬼进去？哦，混兵，肯定是混兵啊！哇，可是他真的是丢很多步兵啊，没有人要用的兵种，看到吗？他的步兵占比例，我觉得应该超过60%，看到吗？哇，那步兵真的是飞到。有骑兵啦，可是你骑兵不应该花在这个地方啊，亲爱的，你骑兵应该拿去集结用啊，你干嘛把你的骑兵放在那边？哇，这个很长啦，我不想要拉了啊。看一下他的部队整理，一般啦，正常车头应该要有啊。哦，他骑兵整理可以哦，来看一下，全专属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下面还是有钻哦，有一些跑去打他哦，然后这个反集结看到吗？反击节打他的集结，但是这个反击节最后是爆了，但是也有赚啊，有赚一点点，这个就亏了，这个阿提拉的集结就亏了。我想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混到兵，哎，他们那么多，刚刚这么多集结，会混到兵吗？至少会混到一两队步兵进去吧。那开又开八角鹅的集结什么之类的，这么厉害吗？你们不会混到兵吗？不可能吧，这么屌了吗？哦，有啊，看到吗？那、啊、我就讲了啦，哎呀，你不应该开一个步兵的集结过去，怎
整衰你自己啊，睇到冇？我都讲啦，哎呀，是不是？想都想到了，用永烈卡吹熊嘛，真呀，哎呦！然后在下面全部应该没有在反击阶了吧？哦，有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看到吗 ？OK， 反击阶钻，这边亏。可是最后是解散了，这个是应该最后打完的时候就解散了，然后他最后变成君士坦丁，君士坦丁做住房，彻透爆了，彻透爆了，变成君士坦丁搭配理查一世做住房，可是也是亏到爆了，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人啊，算还可以。OK，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报告，这个是住房嘞，是吗？这个是住房的吗？好像是哦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住房的，哇，这个好看哦，这个好看哦，啊，一个一个慢慢看啊，你们不要心急，要有耐心，好像跟你们女朋友聊天那样子啊，虽然我不是你们女朋友，先看第一个集结，哦，第一个集结还可以哦，不过也是小亏，看到吗？小亏，刚刚看了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哦，亏惨了，看到吗？亏死，这个是刚刚我们看那个报告嘛，看了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这个呢？哦，反而是这个集结，这个是第三集结，没有人补兵，所以他亏。哦，纠结晚上好，纠结晚上好。哦，这个也是没有补兵哦，但很像他的集结一直没有人补兵啊，都是被打爆哦。怎么他的真力太烂了吗？哦，他的，等一下，这样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人要上他的车，有一点。我感觉有黑色的车经过了 ，OK， 啊，我就不做批评了，我不好讲那么多，我也不是车头，我也不好讲那么多，我只是讲有一辆黑色的车经过吧，啊，我没讲什么东西啊，你们自己讲像啦，不管我的事啊，我没讲什么啊，没有了，后面就没有了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来的，这个集结难受，纠结，不要这样子，纠结。就这，你莫咁样，又开集结了。哦，又来双集结，三集结 ，Oh my god！ 现在又要开20个集结了吗？是三集结，是燃烧生命在厨房啊！这个关卡基本上谁拿谁包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到底要玩到几时哦？一二三。我觉得我今天不用睡觉啊，他们这样子一直打的话。哦，又来了一个集结了。Oh my god！ 莉莉丝的微笑啊，看到哦，又来了一个。Oh my god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还差一个。哦，来哟，第十个来哟。Oh shit！ Oh my god！哇，这次真的是血流了，十个集结，这个集结很精彩，哈哈，补兵都不知道补哪个。哇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带五队兵出来这样子打，死都死回去，回天改命都跳出来哟。哦，爆了，哦，解散了，好像三个还是四个集结，他一下子解散太多，现在变成三集结，集结散掉了。那你也这样推过去了嘛？他们就没办法补兵过来了，没了。哎，报告！